測主題就是為命入回憶啦。咁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上叱咤台，同今日攞唱作人獎，個感覺係咩唔同呢？第一次我記得我穿裙嘅，哇！2010年嗰係七年前第一次，今年第八年咧嘅叱咤啦。咁啊，今次其實我真係我覺得係好特別有意義。其實好多人會同我講話，可能係。你攞到好即可能佛唱咗人嘅獎，即係冇話，即係無論喺各個 media 度，但我其實我永遠都唔會覺得係厭嘅。This is my pride， 我覺得係我最珍貴就係我音樂，所以我永遠 keep 住去創作俾大家。好好啊，多謝林奕康同我哋分享咁多，今日呢個唱作人獎得來不易啊，多謝你。我哋恭喜曬，恭喜曬。